我这写的什么？哎，监斩，嗯，大流氓一名，于谦。好，我说怎么脱光了呢？哎，弄好了啊啊！于老师很大气，我还大气。嗯，本盲、啊，本盲，你先等会儿啊？什么叫本盲啊？大流氓嘛，大流氓就自称本盲啊。本大不好听，废话，本流不像人话，我就别放粪了。本盲啊，跪下！哎，这就踹堂上了。咣，起来啊，跪好，让你跪那儿，没让你撅那儿。嘿，废话，你踹的那是啊，给他扶起来啊，扶好，于老，啊，跟这一跪啊，就那可不是跪着吗？这都折腾完了，天都亮了，我这折腾一宿，把家弄到这儿来，这通折腾哦，对不对啊？年三十夜里送来的。哎，天光大亮，大年初一了，可不是到初一了吗？哦呦，大年初一北京可热闹。北京怎么热闹？因为北京啊，它是有庙会的啊。北京那年初一逛庙会，尤其菜市口这儿，离着琉璃厂很近。是从清朝开始，这一带就是北京庙会的核心地区。哎，那叫厂甸庙会。北京大概本土得有个六七十万人来看，都来。外地游客少了有个三四十万。也就说100多万人都要从您身边经过。100多万人初一早上起来从我身边经过。对，看我看你。啊，你们卖票不卖票啊？当时你算庙会的一个景点儿。哎呀，我算景点儿啊。于老师跟这跪着啊，游客们陆陆续续打这走。嗯，有的就没注意。是哦，这北京还是挺好玩的，庙会没来过啊。是第一次。这个确实。嗯，怎么了？干嘛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于老师，这才认出来呀。是怎么了？说话。于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啊。时候就别提这个，我天天听你相声睡觉。可以这给我照一张，快点。就别照，这光屁股的有什么可照的？这老头老太太们也很多呀。啊，老太太们也哪儿了啊？这好热闹的。这就是那于谦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谦儿，哎呦，真白啊。你管着管不着。哦，这老太太怎么那么泄气？哎呦，我这孩子好，好，真笨。我先回家，我下午得输液，然后我再回来看你。你死不死啊你？你太贪热闹了，这也。哎呦，热闹啊！啊，自媒体也来了，这时候兴这个，大批的自媒体哪儿了？哎呀，哇哇哇！嚯，啪啪照相，就赶紧写呗啊，写呗啊，写什么？于谦，嗯，赤身露体在街上。是否打了郭德纲的脸？嘿，这联系上了。哎，那个也写啊，啊，这都在题目上了，是吗？雪白的于谦是否？别老提这白行不行？就那形容词吸眼球，一有这个人就点进去看，那就不至于那么白。雪白的于谦啊，是否显出郭德纲的黑心？哎，像不像自媒体那个题目？那这倒是像，是不是啊？联想的不错。连于谦都被丢出来，德云社是否该管理了？冰冷的于谦是否怀念曲艺团的温暖？好吧，你摸来了是吧？怎么知道我冰冷啊？就自媒体嘛，哎呦，就大伙儿写吧。哎，反正一眨眼啊，就到初七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跟这儿展了7天呢。北京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，那还一天呢。你工作人员们也得看看呢。哦，我这还优惠呢，给他。对呀，内部也得看一看。哦，看完之后，大伙儿说看腻了。嗯，行，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，准备要杀您了。啊，这也卸磨杀驴了，这就。哎，得跟监斩官说一声。哦，我这还有监斩官呢。对溜，怎么叫监斩官？在这边搭了一个棚子。哦，监斩官这大人跟这儿坐着，是，哎，披着红斗篷，戴着墨镜，这红斗篷墨镜是的，哎，这是老年间的规矩，啊，这是为了辟邪，红斗篷，哎，大人不看你啊，监斩官啊，哦，背着我，戴着墨镜，披着红斗篷，脸冲这边，好，哎，这个兵丁们过来了，是，启禀大人，啊，时辰已到，哦，哎，大人这才回头说什么？整啊，整仨呀，
啊，弄死他呀！嚯，切稀碎呀！那行了，我还赶上一东北大人，这哎，刽子手这才把这口刀抄起来啊，拿刀。哎，这口刀必须得是快的。哦，哎，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好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呵，快！锅里哆嗦，颤颤巍巍啊！那呀哈，这看，嗨，嗯。是不是吓一跳？哎，谁呀？谁跟你斗了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这时候有这心肠吗？谦哥，是不是好好玩？哎，谁跟你玩了？哎，赶紧吧！哎呦，坏了，尿了！哎，废话，吓的！我跟你斗着玩，我就怨我了。拿墩布来，墩布给我！行了，行了，哎，我不是跟你，你抬腿那条腿，别嚷了。这乱不乱？一会儿我死了，你这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谦哥啊，我跟你闹着玩，我最爱您，说实在的啊。行了，您那回那个你喝多了屎分河湾，我在现场。我快去，咱别提这个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啊，墩布拿走啊，换这口刀啊，咔嚓一下子，怎么样？人头落地，这砍完不就完了吗？您这脑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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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过马路。哦，还过马路？哎，咕噜咕噜咕噜，突然间，人头停住了。为什么停呢？等红绿灯。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砍头吗？我，一会儿绿灯了啊，脑袋过去是回过头来，还得夸这刽子手。我怎么说呀？好快的刀啊！嘿，我也太贱了。杀人的刀要快啊，要不快呢？要是钝刀，您就受了罪了，一样死。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，这回可是钝刀了。钝刀有什么区别？前边咱们都不提了啊。怎么？什么你中奖了，得什么得这个得那个啊？儿子回来这些咱不细说，我这些都是您的了。嗯，你要早这么懂事，何至于杀头啊？您就往下说吧。就是从我们合家团聚开始吧。啊，行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合家团聚了啊！您送到那儿去，是把衣裳写好了，这都一样，弄得了啊。这小作文都写完了吧？哪儿小作文？自媒体也都散了啊！啊啊！一直到最后，这口刀举起来了，钝刀。这口刀是钝刀，怎么样？这口刀是唐朝的刀，啊，从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。嚯，为什么不磨？哎，磨一次得花三毛钱啊！从唐朝到现在，没有人愿意花这三毛钱。好家伙，这帮抠门！这口刀，好家伙，哎，刀背比刀刃还厚。这翻着砍合适了，这要是拿刀背砍你，算你的造化。那么今儿呢？今天拿刀刃砍你，受了罪了。举起来，凿你牙好，那、啊、这扎在脖子上了，扎上了，上不来下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刽子手心说：“我凭着推吧。”啊，哎，锯连锯三天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呢？你是饿死的，去的。老师一回家是。首先面对的啊智能窗帘，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，高科技的窗帘，它进入家庭了。于老师往屋里一坐，皮鞋脱到门口，哦，进来往这儿一脱袜子，是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，是你看这窗帘，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。您的隐私我不让人看脚，嘿，你这玩意儿多智能哦！脱一只袜子啊，电门在这儿呢，帘就关上啊，就不让看。于老师，哎，脱袜子、脱裤子、脱衣服，哎，得洗个澡啊，那是热呀。把衣服哎都脱了，是你看这帘哎开开了，哎好，我就不让看脚，别的都可以是吗？不是不是。啊，这就是智能啊，智能 啊，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。这帘儿一打开，打开怎么样？灯就亮了，那不是更清楚了吗？看看，你面前是玻璃，可不是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吗？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，一面是镜子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这玻璃也是高科技。哎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是玻璃，那就对了。哎哎，于老师冲个镜子，啊，挤这粉刺是。镜子在里头啊，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？我这闹不清楚，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说意思，智能时代嘛啊，那得反过来，哎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哎，是是是，洗澡啊，那就洗，哎，洗澡，高高兴兴的躺下睡觉，啊，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，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呢？哎，枕头说，哎呦，于老师来了，准备，哎，睡觉，对，于老师躺好了，哎，如果马上睡了是。就没事儿，哦，
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，失眠，枕头有思维，他会，哎，于老师没睡着，他这么想的，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，让他踏踏实实的睡。他什么音乐呢？不丁点声音啊，很微妙啊。好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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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，这个。循环了1万多遍，哎呦，甭睡了，送早点的就来了。好，想一宿，哎，智能早点啊，这早点就别智能了，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，就运用这个。于老师起床，哎呀，身体不舒服，难受了，难受啊，啊，上医院看病去，看病，哎，上医院看病，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啊，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？哎呀，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，这全自动机器人。啊，就不用真人。第六，于老师先换衣裳，啊，换手术服啊。那倒得换。哎，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。是是是，换衣服嘛，全脱了啊。嗯 嗯。哎，拿这个手术服是，换换，就这么一抖了，怎么样？这是脸就开了。我啊，我在家就换上手术服了，换好了好出去啊。啊，哦、哎，出去开车奔医院。哦，躺好了，于老师躺下了。手术吗？机器人就来了啊。哦，哎，机器人啊，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，跟人是一样。哦，就跟真人一样。哎，也烫着个头啊，就跟真我一样的，叼着个烟卷啊，啊，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。好，他是个干不干了，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。哦，您躺好了，机器人一伸手，咵，这是，这就一把手术刀啊，做手术嘛，咵，这个两把手术刀，好家伙，全是刀，看准于老师，哦，啊。行了，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？做馅儿呢？有手术做手术，没手术呢，在医院食堂弄馅儿。好，他还应一厨子。一会儿功夫，夸，切下来了。切什么了？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，单肾切下来了。哎，拿一盘子送走。哦，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。哎，哎我没病，我上医院卖肾去了，合着高兴啊？不啊，能不痛快吗？是吧？哎，对对呀，还。还疼呢，那玩意儿有钱了啊，40万，有钱高兴，那有钱当然高兴，发自肺腑的痛快哦，享受享受，哦，这还享受，家里边全换智能的，哦，还有不是智能的，门锁换智能的，门锁怎么智能？好，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，差一丁点你也进不去，怎么叫差一丁点？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，哦，非常严谨。哎，于老师到家门口，哎，哎，是看这锁不开。我到了怎么不开？你看他有这电子的，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啊，这人短一肾不让进。哎呵，这扫描的还挺严格，啊，这玩意儿我们哥俩，哦，嗯，前买的各种小吃啊，连饮料带啤酒，我们俩跟真事似的看，得喝着看，看到最后我很感慨，怎么呢？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？哎，您就多余看。嗯，他乐我笑话我。当然你呀，啊，我就多余叫你来，没错，那不郎平吗？谁哪儿啊？我也就别看了，你，啊，我气的啊！我去你的！哎，打上了，我给他一下。你这打挨的，他也急了，是吗？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，他能痛快吗？得翻脸了，站起来，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。我找打去了，我。回家之后，我想来想去，是我的不对。那当然了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冲动是蘑菇啊，只是蘑菇啊。那话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明天早晨我一定去道歉，应该道歉。早晨一开门，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。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。兄弟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把我感动的，眼泪。哎呦，哥，滚！哎去，我就是欠打，我们就是别的。这种交情啊，您找去没有？那是没有，哪有我这么欠的呀？我这捧着您，您怎么这样啊？是您说这意思，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。得嘞，谢谢您吧。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，好，有您在啊，我还能进步。啊，您过去太客气了。不是，我跟您没法比。您瞧怎么说？我跟您比，我跟您说，啊，我就是嗯，啊，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您说说。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这是我差三点，还差三点。您不能这么说话。啊，您要这么说，我要跟您比啊，嗯，我就是。能先生碰上熊先生了，那这是差4点。
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，真是差五点。我要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。那是，这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我要跟您比啊，啊，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、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，嗯，还带着俩孩子，一个长雀斑，一个出疹子啊，一个吃芝麻烧饼，一个包着石榴，嗯，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，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。好家伙，这咱就甭比这个了，比不了了。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，您太客气了。有不明白的，我得向您请教。谈不到，今天是个好机会。怎么呢？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。您有事儿您就说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憋了很久了。是吗？真。您说说。这个问题，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，几乎近60-70年没有人敢提。哎呦。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，咱们探讨好不好？哎，就这个态度啊！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的，那肯定是。你可别强求啊！那是。您各位也算是啊，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 啊。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，很深奥嘛。是，您说吧。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哦，哎呀，这这么大啊，这么大个，绿不筋的啊，哦，一张嘴呱呱，这是个什么？就这个呀。这个问题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，都臭了街了。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？废话，这么大一个绿的呱呱啊，一张嘴呱呱叫。对对对 对这谁不知道，小孩都知道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蛤蟆呀。这叫蛤蟆。对呀、啊、问题可来了。哦，刚才那不是对了，看着惊不惊喜、意不意外啊。您说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急了啊。来来来，蛤蟆。对，蛤蟆这么点小玩意儿，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？这个问题、哦、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。是不提啊、嗯、他们都说过去了。这个啊是啊、哦、多新鲜。您解释一下。这个好解释。嗯，因为这蛤蟆呀，你看它长得像 啊它嘴大啊，脖子粗，哦，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。呵，您是高才呀、啊哎、不敢当。蛤蟆啊，嘴儿大，对，肚大，哎，脖子憨，哎，叫出声音来就大，没错。照您这么说，万物是一理啊。万物是一理，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的，叫唤出来声都大。我们家那马桶嘴儿大肚子大脖子粗，他可一回都没叫过，多新鲜呢。嗯，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？你说的呀。不是，马桶它当然不能叫唤。它为什么不叫呢？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、哦、有水的它就不能叫、哦、有水的就不叫。对，有水不响，可不是吗？那水壶呢？对吧，水壶这一开了啊叫啊，它当然能叫。水壶，您想，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，它有火，它不就叫了吗？在炉子上就叫。对呀、啊，烤白薯，白薯搁炉子上，哎，一熟了，这个白薯哇，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？你看看你说的吗？废话，白薯它不它你它是地里长，它埋在土里头，它不叫啊？土里的不叫，多新鲜啊！土拨鼠，它怎么长的、啊、这东西？土拨鼠站在那儿，啊叫吗？不，土拨鼠。土拨鼠是动物，动物就能叫，动物就叫。对了，蝌蚪，蛤蟆秧子，蝌蚪，蝌蚪怎么不叫呢？啊，蝌蚪个小啊，小啊。对了，蝌蚪长大叫什么呀？青蛙呀。啊，青蛙，青蛙它怎么能叫呢？我这又回来了。怎么说呢？我是大概齐呀、啊，归了包齐啊，稀了马哈，这么噼里啪啦，我这一说，说完了之后，您就明白了吧？我糊涂了。他说：“你一句人话没说，都是话左溜。”他是这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这个呀、啊，你看世界之大嘛，无奇不有，对不对？林子大了，什么好奇鸟都有。做人呢，别好奇，别老问。你俩聊你俩，快哪儿啊？就过去了。我这还认认真真听你说，不是你开车送他去的吗？是我开车送他去的、啊、我知道这事儿 啊我知道这他这人呢，他不烧那人他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人他年轻时候他打年轻那会儿他爱吃弹簧，你知道吗？他吃弹簧，他一烧他腾他弹起来了。那不烧他也得弹起来。
有吃弹簧的吗？这个那是人话吗？不是，有他不信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他就你说的不对，不像话。他那不是弹簧，你知道吗？他那是什么？这人呢，之前的他是那个那种叫什么？那个叫那个股骨头坏死，你知道吗？股骨头，我就在这个位置，股骨头坏死，他那个走不了道，他换一新股骨头，里头这块有那个弹簧，他那一走道，他活着时候走道，他都这样。回来。回来，这不是骨头坏死，你这心快坏死了。不是，跑那么快干嘛？骨头坏死？不是这骨头哈？不是，您再想一个，人能站起来哈？嗯人能站起来。再说一个，这人挺不好的。那错不了，他能站起来，他肯定有原因。哎啊，你知道那个，他那个。茅山道士，您知道吗？你这哪儿太跳跃了啊！茅山道士啊，茅山道这人呢，他之前的他有问题，他呀，他是个粽子，他是个什么？他是个大粽子呀！大粽子，您知道吧？就是那个，就那样的。哎，要不咱信了得了？什么叫信了呀？越说越不像人话。刚说茅山道士，怎么又粽子了？这个人烧这个人，他之前他是个粽子。您知道大粽子？你等会儿，他说哦，你解释解释吧，你听明白你说说。您受累，您受累，您给解释解释。他怎么是粽子？粽子嘛，粽子，那粽子，那你枣的馅儿的呢？不是枣的馅儿，是那个。那凭什么叫粽子呢？他那个粽子，他都那么叫啊，就是那个墓里头挖出来的，就这那个粽子，就是僵尸，那叫木乃伊。哎，对，管他谁姨奶，那怎么能谁姨奶？不是，这木乃伊怎么跟粽子能挨着呢？他那个，他人大家就管他叫粽子。谁管他叫粽子？就那个书上就写着，就哪本书？就那个，对，《盗墓笔记》写，你写着呢。你谢，感谢。好家伙，我使了。你们再搭茬，我弄死你啊！今儿是不，你这都不管。你写着那个，咱今儿必须说清楚了。粽子，这东西叫粽子。粽子那茅山道士，他不有道符吗？他画一道符，画一道符，嘣儿就贴在粽子脑。哎，不是我那，我这叫蹦去了。就贴在粽子脑门上，贴在脑门上，他进去得烧啊，进烧啊。正赶上于老师那天看见进去一烧，烧这火一出来，呼一下，哎，这把这个符一下烧掉了，这粽子嘚儿起来了，哎，我又站起来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你自己觉得可信吗？哎，不可信，不可信。啊。你再来一个吧。哪儿就茅山道士又粽子又弄画符？你琢磨，他那炉子，他您没进去过吧？多新鲜呐！我也没进去，我也不知道里边什么样。你要这样，你可快了，我告诉你。他可热呀里头，他热呀。粽子怕什么热不热呀？不是，这就不是粽子事了啊！不跟人没关系，啊，这炉子有问题。怎么又炉子有问题？这炉子有问题。你琢磨那炉子，你大伙儿都见过，什么款式都有。什么款式都有，它有那个，这么推着，它进去，就横着烧的啊，都有那么竖着烧的，它也有站着烧的。谁什么？这是一个多倔强的人呢？哈！哎，把那人哎挂起来，挂那钩，哎，哦、这一个钩一个。好，这烤鸭这是啊，一炉没站，不像话啊！你别骗我，没吃过烤鸭拿杆儿吗？不是一个、啊、一只只挂吗？还滴着油呢。要这么烧，我上全德看去，我上北仓看什么呀？我。他那炉子大，没听说过。嗯，哦，他那，哎，怎么个意思？我知道了。你还我不是你要这么说，你甭退出了，你接管了这德云社会。我别接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、啊。是怎么回事、啊？是这么回事。他呀，那天我们俩去看去，看那个烧子，为什么把人烧站起来？不是那么回事、啊、那天呀。我们看着少人多呀，呼一下火葬场着火了，着火，大家火葬场着火啊，火葬没水呀，没水救火呀，我们俩人跟外边站着看，我们俩哪凑得上钱啊，凑得上钱把我们俩烧怎么办呀？啊，让你大爷上那儿吐去不就救火了吗？怎么水娃了呢？葫芦娃嘛，那不是、嗯啊、就是怎么说呢，大家伙救火呀，救火，没水，火葬场没水。对，它不叫水葬场。对呀、啊，
火葬场他没水，他得打井啊，现打井救火呀。对，他打井、哦、不用现在，他有口老井。哦，有口老井，有口老井，他打水那种这么大的口那老井啊，老井他打水呀、啊，打水那上面那个大打水都知道哈，弄一钩子啊，下边弄一水烧，水烧下去之后啊，摇下去，摇下去，水烧这一碰着水呢，哎，一倒水摆上来，哗，摇上来，拿这个泼那个，结果那井是枯井，就没有水，压根儿就没有水，这着急那边都着着呢。这边是赶紧打水，赶紧打水，水烧挂上之后摇上去，摇下去，摇上来，没水，哎，摇下去，摇上来，没水，摇啊摇，没水，那都烧完了，快，哎，没水，怎么办呢？啊、嗯，大伙儿一看，嗨，可不没水啊？怎么？水烧都没倒，这烧站起来了，哎，没水，烧站起来了，这烧站起来了。不是说人烧站起来，是谁水烧站起来了？行，不是你打刚才这话，我就老琢磨有问题，这是啊？不是你这你们俩的矛盾，这有史以来这早就有了，是不是跟栾云平有矛盾？没有矛盾，我就那意思，你看啊，您看，老话不还这么说？不能把这个鸡蛋呀、啊、放到一个篮子里。哦，您这话您听过没？我听过，但是没明白。嗯嗯嗯，我也没明白，我也没听过。就是，您琢磨这道理啊，一个公司里边，哎，是不是就不能有两个副总？再换个方法说吧，您琢磨，我们是不是不能有两个师娘啊？那个这事儿你可说不服你师傅，那回再说啊。不是，就是您一个公司是不是可以有两个副总？对，哦，这权力是不是正负极吗？孩子，对不对？互相的牵制。我是上岁数了 啊，他说了半天，我没明白啊。你这一说提醒我了啊。你看看，打今儿起，嗯，孔云龙是副总，哎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对的，这是领导决定。得谢谢小饼，你看、哎、提了个醒，你继续在你那条道上往黑处跑吧。嗯，这边有俩副总把着你呢。不是，您琢磨这道，有些人吧，啊，他是当了副总，但是他这个人他是什么人？他现在他滥用职权。孔云龙还没当副总呢，怎么就滥用职权？栾，您那个 A 图啊 ，A 图。对您的爱徒 啊，他怎么个滥用？您看这小剧场，这平常的演出啊，业务演出，嗯，挣的少，他就来一天。哦，七月份人专场八场，一个礼拜的跑俩城市啊！这个我可得说你啊、嗯，那天就在这儿演出，人栾云平演了一场，当然那天咱们单位发油跟米，他领完就走了。啊，您还没觉出他哪儿不对来了？没有什么不对的呀，他把你那份油也拿走了，这还不对吗？不是，人该演也演了。对呀，不是您不知道，这都是他自己颠沛的，您不知道吧？他那演出都是自个儿颠沛的，这不是工作吗？他负责安排谁上哪儿，谁演什么呀？哎呦，师傅，您怎么糊？现在您是岁数的，您糊涂了不是吗？我怎么就糊？您这眼光得往远了看，您现在是看不出什么潜在的隐患。你把它明说，我就说白了吧。啊啊！等到有一天您要是没了，他栾云平一家独大，我们这帮孩子不就完了吗？当然您也不用太紧张，我说这话呢，也不要太着急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你这意思说就得多来几个师娘盯着是吗？那不是，他是这意思吧？不是，那不是死得更快了吗？那这日子可能就没多久了。对对，那你说几个？哪几个？没有几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意思，你想想以后。这以后德云社不是林林的，就是人郭汾阳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样哎，对呀，你光人栾云平一个人当副总能行吗？不有孔云龙了吗？那三哥都攒起来了，你不得再找一个吗？张云雷，
这都云字儿的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还有几个好孩子呢？好孩子不让您操心呢。人家有于云亭，哎，我儿子老于就站。于云亭他现在学的是什么？他以后他学不了这管理。学的他就是管理，学的就是管理。他不上台，他不上台。对对对对，他盯后台。啊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其实德云社除了这个副总，您忘了还有一对，还有一事儿啊啊！您想想，栾云平他是副总，对，您是演员啊，是他管着您，您琢磨您是师傅，让他管着您，我就是这么设计的啊。不，那除了你啊，德云社还有谁能管你师傅？你这可不是您他管着别人吗？我师娘能管着您啊？哎，我想好了啊，你怎么着？我要当师娘。少爷少爷，我怎么就不会抄近道呢？我要什么副总啊，爷们儿，我直接董事长。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。爷们儿，哎，你要当师娘，你要当师娘。嘿嘿，栾云平过来。你要当师娘，你师傅可长寿了，我跟您说。真的，我想好了。啊，你没听见？装什么傻呀，大爷！您得替我劝。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您大爷明白了啊。哎，他要当董事长，我说董事长啊是你师娘，他说不行了，我要当师娘。对，我要当师娘。我先问问您啊，中国相声史上有这个先例吗？没有。这个历史都在改写吧？你拉倒吧！你大爷跟你大妈都不同意。我这有他们什么事？这事儿哎，大爷对您有好处。有我什么好处？对您有好处。他有什么好处？我要当了师娘，我把您媳妇看得死死的。你呀，先甭闹，这玩意儿是说当师傅。哎，您必须要疯，您必须娶我，要不然这事儿咱今天过不去。真的。行啊，行，您五十，我才31，我不嫌您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行吗？哎呦，这么多年了，走。哎呦，咱们这感情没听说过啊，要疯这孩子，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，师傅，您同行同业的得笑话我吧？对不对？徒弟们怎么看？哎，谦儿大爷怎么看我？我见你谦儿大妈，我说什么？有他什么事？你别老往里头扯，我不能许好几家啊！这咱们是有感情基础的。你呀，一条道跑到黑吧！哎呀，刚子，滚！大汉，哎呀，您要是觉着害臊，我不办婚礼还不行吗？这个恶心呐！我不收女徒弟，看见了吗？您要是这么觉得，那我跟您说不通啊，那说不通。我跟我师娘直接聊，哎，好不好？你呀，拉倒吧。我跟你说，跟谁聊也没戏，你这不像人话，要疯你这是，想疯了吧？这想管人想疯了吧？不是，哎，爷们儿，你不用眼馋，我看不上您，好家伙！你以为把我们俩人的爱情拆散了啊，我就得跟你呀、啊？哎呦喂，好嘛，少爷，我不得意这个，喝跟醉猫似的，天天弄家，我摆弄不了您。到家您往炕上一打，别，我不受不了这个。我也摆弄不了你。哎呦，怎么说？你呀、啊，你弄点药喝吧，真的啊。我跟您说，您不用拦着，这跟我谈完我就跟你了。这事儿不要再胡说了啊。你也别瞎琢磨了，这个不成，这个啊，这老话说得好啊，头伏第二天就得穿马褂啊，嗯，好极了，这明白了，这明白了啊，明白了吗？改变姓名啊，变姓人嘛，那玩意儿谁猜得着啊？我说话爱抄劲儿，好，您抄劲儿，他放炮了，您这多好，变性人是吧？我他不愿意跟他媳妇在一块儿啊，所以我老带着他们一块儿旅游去。孙越也有问题啊，媳妇改个名字就不愿意在一块儿待着了，哎呀，本
身就不和了，对不对啊？出去一礼拜回来了，跟家里团聚两天又走了。嗯，哎，出去半个月回来团聚两天又走了。哎呀，要我为什么不愿意走长道了？老出去说出去半年，出去一年玩嘛，又不是没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老回来呢？嗯，北京那儿老有个牵挂。什么牵挂呀？就我们家老太太。哦，那这上了岁数了，老太太一辈子不容易，是是，打小给我拉扯大，真不容易啊。那时候生活也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，当年都那样，是不是？老太太那时候在工厂上班，挣的也不多，可不啊，这养活这一家子。嗯哼，工厂上班那时候还苦啊，可不还怎么说？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过。哎呦，老太太还受了点工伤。哦，那会儿啊，啊哦哦，工厂车间里头干活啊，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，让这机器啊把这手给压。哎呦啊，哎呦，这到现在啊。这岁数大了，那落一个俩手啊，没有大拇哥。呵，你瞧这事啊，这残疾了。哎，他最起码生活是不方便了。那你说能走能撂的，那么生活不方便，干什么活也不方便了。嗯嗯。哎，再有，咱们现在有条件了，家里头有条件，咱们得伺候老太太，得孝顺呀。嗯，咱们是老太太，这一不行了，她心里也有疾病。那可不，可不是嘛，她心里老想不通啊。你说我这好容易条件好了，我这，你说落这么一个，我吃不了玩不了的，对吧？嗯，咱们就孝顺呗，你就最起码给老太太买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想穿什么买什么，这不有残疾没关系，咱们在别的地方补啊，是不是？让他别人不容易发现，买戒指来，对不对？你不就这儿没有吗？咱都给他戴上戒指，金的银的钻石的宝石的乱七八糟，孝子，哎呀，五光十色戴上，一晃别人眼睛，人也看不出这俩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俩手慢慢的给他戴上十个戒指，是不是？给他都戴满了，哎，让人一看，哎呦，哎，这老太太真有钱，行了，就看不出这个来了。孙越他媳妇来了啊，跟他媳妇有什么关系？我问您啊，刚才您说了，老太太这俩手没有大拇哥，对啊，您给买了几个戒指？十个戒指，戴满了。慢慢就戴上，一看五光十色的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那就说有的上面是戴俩的，没有，你手指戴一个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一个上面戴一个啊，十个戒指，您这数错了，高老师，你要拜师吗？没有，哦，我也是太闲得慌了，您喊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有个事儿啊，我跟您念叨念叨啊。啊。有一个人呐，挺有钱哦。他去了趟新西兰，好地方，买了一匹大白马，挺正常的。这个大白马纯黑色，纯你是浪风抽的？你大白马，哎，我问你，这句话是不是在家你爸爸说过？我爸爸经常那个说我浪风抽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他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因为这个刷的黑漆哦，保暖漆，那你就解决了保暖漆啊，那不挺好？这个，但是这个马呢，上个礼拜掉到茶碗里边淹死了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哎，没睡醒呢，是不是？拿起嘴就说呀，不可能吧？哪有这个事儿啊？各位父老乡亲都是有文化的，你先等会儿再拖。他这事儿他是不合理的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24号吗？不是24号，这纯黑色大白马，大白马呀，掉茶碗里，淹死了。这事儿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是他说，没有，有，哦，有，太棒了，就爱跟着科学家打交道，是不是？您说，您给解释一下吧。他当然有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您刚才不解释得很清楚吗？我哪解释了？他是因为刷了黑油漆呀，啊，所以大白马变黑了。它不挨着呀，您不问这个吗？黑油漆是解决了为什么是黑颜色。您问的是？我问是为什么掉在这个茶碗里边死的。哦，嗨，您把问题说明白了。我啊，这个您的意思，这么大的一个大白黑色马，哎，它为什么掉在茶碗里边能淹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呢？你问我呀？我不是您知道吗？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当然我得告诉你。好极了。哎，我要是不告诉你呢，你永远不知道。错不了。哎呵，他这个人呢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老有一颗童心。嗯，对什么事都好奇。哎，他这个就值得学习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为什么大马能掉茶碗里边淹死呢？您给说说。他这个事儿我一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不说不知道。那是。这叫话不说不知，目不转不透。哦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。错不了。有的。
朋友说我不同意，哎，说这个砂锅呀不如铁锅结实，是吗？各位朋友您错了，这个砂锅这个东西啊，只要是你保护的好，只要不摔它，它就没事儿。嗯嗯。铁锅不结，哦，铁锅是铁的呀，对，铁的它不响啊，质地不一样。铁锅里边要是有水分沾上空气，容易发生吸氧腐蚀，哦，最终生成三氧化二铁。是是是。铁的相对原子量是56，俩铁是112，氧是16，仨铁48，加一块是160。我问这干嘛呀我？不是，就是砂锅。我连初二都没上去了，你跟我说这，我听得懂啊我？马上就到了。我懂这个，我还说相声去吧。你再多上一年，这就都接触到了啊！是是是 是, 是，没问您这个，就是说砂锅要不砸它，永远都不漏。那当然啊，砂锅不打，一辈子不漏，明白了吗？我可能刚才拦你拦早了，不要紧哦，活嘛。没问这砂锅，您问的是马调查碗里边怎么回事？哦，调查碗里头。嗯，哦，这事儿我得给你好好说说。嗯，这个不是现在的事啊，头些日子。啊，是头些日子对于现在来讲呢，那叫过去完成时，嗯，对吧？就是过去啊，过去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从前，从前呢就是过去，嗯，过去就是从前，从前过去，过去从前，无需乎，否则然而，问题它是当然了。常言说的却好啊，它是奇变偶不变呐，符号看象限，是不是？它在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来说吧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咱得把它掰开揉碎喽，把它拿过来之后，仔细的这么一分析，这么一考量，我这个意思大概齐的，您也明白了吧？我糊涂了，我。您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呀，我说这么些关联词您还没关联一块，全是废话，还不明白？那是啊，哎呦，干脆不绕脖子了啊，今天也挺晚的了，各位朋友也是兴趣盎然，是是 是, 是吧、啊、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您受累吧。说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淹死呢？为什么呢？它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茶碗呢，它是一个大茶碗，明白吗？您这个话说的呀，哎，又响又不臭。哦，我放屁呢，是吧？话可不是大茶碗像话吗？大茶碗也没有太大的，多新鲜呢，对吧？比茶碗大的那就是盆了，是是不是、嗯？那马蹄子也就才刚能下来，它淹不死啊。那要比盆大的呢？那叫那就是水缸。哎，水缸那马反正噎咕噎咕，它也下不去。噎咕噎咕像话吗？哎，比那个水缸大的呢？那是就是澡堂子那池子了。哦，好哎。这马就能下去了，马能下去了。对，那还能端着喝茶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谁端那池子喝茶？我看他不说，他不说，我得说了、啊。这个我这怕您说吧，怕俩人向着了、啊。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当然，他这个马呀，他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马为什么能掉茶碗里头？他淹死呢？他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注意，你注意啊！我注意啊！这马为什么能掉茶碗？他马怎么回事呢？哦、哎，您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您是不是缺钙？哎，我不缺钙，他告诉我注意呢、啊。哦，不要紧的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想起来啊，提个人儿，提个人儿，这事儿就迎刃而解了。哎，这是天津人做事的风格，你提人吧，我就爱提人。太好了，我爱提人啊、嗯。这人呢，各位朋友都认识，您最熟悉。哪一位？于谦老师。嗨，那还用说吗？对吧？对，于老师是您的老搭档，对，也是他干妈呀。对对对，是吧？这个您这拿起来就说呀啊！我看他像个老妇女似的，哎、不能这么形容人家啊、哦。哎，反正于谦老师啊、哎，最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养个马呀，养个牛啊什么的，养点这个。于老师喜欢，他呢从新西兰呢在网上订了一个马。对吧？人家这京东啊给送来了，好家伙，那马屁也不给送了啊！送来之后呢，呵，逞能啊，显摆啊！啊刚不是说了吗？骑这个、嗯、就上马路了。嗯，骑着这个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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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有我这里头。嗯，上马路了。嗯，上马路上哪一琢磨上哪儿去呢？嗯，得奔远的地方，城市市区不让待。嗯，怎么办呢？上郊区，郊区啊，到郊区想起于谦来了。于谦在郊区有一个小动物园。嗯。天打雷劈宠物乐园，不是天津地滑，你天津地不滑，嗨，就到那乐园去了。嗯，到那儿之后一看于谦一看他，呵，高兴。嗯，六目相对的时候，怎么还六目相对啊？还有马呢吗？不是，我把他给忘了啊。六目相对，呵，于谦高兴。嗯，一眼就看上这个黑色的大白马了。嗯嗯，于谦高兴啊。嗯，哎呦，你看我玩马玩这么些年了。我就没见过黑色的大白马，你看看，我心里高兴啊！你这马能不能
租给我呀，租给我玩几天，我给改个别的颜色。嗨，他们家有油漆啊。您说那什么干妈，您要是喜欢的话呢？还是干妈呀？那个干签儿，您要干签儿，怎么叫？怎么叫？这不重要了，你说事儿吧。哦，他没叫，您就啊，骑着玩去吧。嗯，你看看，让于谦骑着玩去。于谦，那行，那我玩去了啊，我玩去。您别这么玩去啊。于谦一琢磨呀，也是，人家心爱之物说两句好话，人给我玩了，那不成。我拿点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换交换，交换心理平衡，那得了，这马让给我了，我这书房的东西你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决定挑您这书房。连锅端不成，这是我习惯，连锅端倒是不吃亏啊，挑一样，挑一样，他一眼就看上什么了呢？于谦有一个蝈蝈啊，咱甭说蝈蝈，那蝈蝈葫芦，就蝈蝈的家呀，呵，太讲究了，那葫芦好极了。您给说说怎么好法？这个葫芦啊，它是有名，它叫知道吗？它是这个流沙河的这个葫芦，流沙河的。唐僧取经时没拿走是吧？还流沙河的啊，有名，沙河流的，沙河流，对，沙河流的葫芦。专门弄这个葫芦弄得特别好。你说这是吹糖人的那是啊，就是葫芦它也得有造型啊，面二出身啊。这个口呢，牙口哦，里边那个胆呢，都是金丝儿煨出来的。好家伙，一般都用铜的，这金丝儿啊，有钱，是是是，讲究。再说这蝈蝈，蝈蝈这么大个儿，多大个儿？这么大，这么大个儿，哎，大蝈蝈，这是马鞭嫁接的。啊，大蝈蝈，你见那蝈蝈都什么色的？这湛青碧绿啊！哎，他这蝈蝈不见什么色？紫红色，跟这大褂一样。哟呵，他这是胡萝卜抠的吧？对，活的啊，活的。那四个眼珠子瞪起来之后，呵，精神极了。四个眼珠子啊，叫起来，呱呱呱呱，叫满了音儿，整个叫满了音儿。他一看看上这个了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拿走拿走。哎，人参果了，拿走，拿着玩，拿着玩去。哎呀让他拿着玩去。嗯，他把这个就拿走了，把这马呢就换给于谦了。好，他拿这东西他嘚瑟呀，高兴。你像你回家不得了吗？是，他不去，找一茶馆往那儿这么一坐，舀一壶热茶拿出来，他要显摆显摆。看咱这个蝈蝈拿出来这外行，拿出来打开盖啊，您得亮一亮。他不去，打开盖一瞪黄，那蝈蝈哟，好，出来个鸡啊，这是。什么情况？是蝈蝈吗？这蝈蝈咱不会学啊，是吧？要打鸣了，这是、啊、什么情况？蝈蝈惊了，蹭愣一下子，怎么样？蹦起来了。好、啊，刚倒一碗热茶呀，这蝈蝈扎一猛子，噗，哟，掉里头了，哦哦连烟带烫。那蝈蝈，蝈蝈死了。哦，蝈蝈一死，他一看，哎呦，我那黑色的大白马，掉茶碗里头淹死了。明白吗？他是拿马换的蝈蝈。对呀。哦，把人家这烫死了，那马不给他了呀。哦，拿这么一换算，对呀，就如同这马烫死了，回不来了。好家伙，明白了，您擦擦汗，您擦擦汗。哎呦，我还行倒是啊。哎呦，后边弄一火车头推。哎，岳老板，嗯，发两列火车不好吗？都行啊，都行都行，无所谓。哦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那是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嗯，你们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这个流传很广远。都上北京来了呀。上海，上海新朋友多了。好，他上海太爱看戏了，也开车来，也骑马来。最重要坐飞机啊。是是是，哎，一只飞机啊装不下那么些人。你等会儿，知道吗？各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一只飞机，一只飞机，半只麦吗？什么鸡？你听人喊是喊烧鸡呢？烧鸡说变就变。哦，你要变上别处变，别连累我。这个飞机不是论价，哎，价，哎，哎。飞机场人多呀，啊，都往北京来啊！飞机场厂长吓坏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些人？哎呀哎呀，孩子，快先回来！哎呦，那马回来 ，ETC 到了 ，ETC 驾！
您再说一遍，飞机场那负责人叫什么？厂长啊，火车站站长啊。对，你哪怕叫机场也好啊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飞场领导吓坏了。哎，这可以。怎么这么些人都干嘛去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啊，这都是那天的观众啊。都上北京来啊。哦，上海人来看戏。可是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，人家有办法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这个我没猜着，你再说一遍。飞一个低了一个，两架飞机叠着往北京开呀。这个底下一个，对，上面一个，对，两架飞，那你得告诉我哪个先飞。那是个技术问题，有铁丝吊着吗？吊着呢，肯定吊着呀，得吊着吧？啊，我一猜就是啊，吊着呢。那有没有专业的回答？回答我一下，上面先飞还是下面先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得容人家说呀。无所谓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啊，都上北京来。还有水路，哦，还有水路，有水路。哎呀，船上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自制大木盆。这是什么宝地方来的顾客？大木盆往水里一扔，跳到大木盆里头，弄俩擀面棍，唰。就往北京滑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边滑还边说：“哎呀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！”啊，三天，都往北京来了，来吧。这是上海，乌鲁木齐，好家伙！新疆的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对对对，都上北京来，京剧发源地嘛，我捧着你说啊，火车，火车稍微慢点，对，飞机都往北京飞，啊，全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。咱天上的飞机查住了。我都没听说过，飞机还有堵机的。堵机了，查住了。哎呀，你堵死我了你！哼，开飞机那个人把玻璃摇下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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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凭什么你先过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哎嗨，他飞得慢呢。我先过，我先过。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好，都上北京来，来吧。乌鲁木齐远了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羊肉串的炉子，暖暖和和的，有的吃有的喝。那能别敢刮风，省得自然飘起来。那能起得来吗？飞得了吗？你看，你不是能装 ETC 吗？新疆的朋友怎么办？往身上绑窜天猴。哎呀，你看那孩子笑的，绑过吧？一瞧就是绑过，绑窜天猴，哎，一点，砰，就往北京飞。观众太爱传统艺术了，哎，飞着飞着碰见一个飞机，打开窗户，哟，哥们儿，怎么来的？我窜天猴，比他还快呢。你一天吃几遍药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。反正就是火呀。哎，那是，听明白了。就是火呀，马上就到礼拜五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头一天，北京。满了哦，满了哦哦哦，都要听我唱戏。就这一千的票价，大伙儿不嫌贵，不嫌贵，还真有人买。满了，各位满了。好好好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台底下全都坐满了。这会儿又来了一千多位。不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当天，当天礼拜五啊，礼拜五就都坐满了，坐满了，坐满了。经理出来又几位没票了，实在是没票了。你看上里边看看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。站票吧，好吧，站票。站票，站票也行啊，打个折，找一旮旯就得了。旮旯哪儿都行，站票一律一千。站票也一千。我不管前后排，一律一千块。那有人买吗？那玩意儿有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哎，又来了500位，500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哎哎，三天。喊完就回去吧，也过了瘾了。经理说，没票了，各位，实在是没票了。对呀，站都站那么些个了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蹲票吧。蹲票？蹲票？还有蹲票？有。哦，蹲票便宜了。不，一律一千。有的朋友说蹲哪儿啊？你看这个人哪都是上宽下窄。对，两个人中间啊，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蹲的。这个这儿这词儿你用的很快是，是不是？就这儿。哎，蹲这儿。这位刚蹲下。站着这位高兴了，哎，茶杯有地方放了啊，哎，这好，搁人脑袋上了，
离开性还有十分钟，嗯，又来了一百位，哦，又来一百位，买票买票，哎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嗯，啊，嗯，经理都哭了，那是，老几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嗯，上屋里头看看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趴票了。都没听说过还有趴票，趴票怎么趴呀？这个座位底下都是有空档的呀，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哗，一直往前爬，哎呀呀呀，所有座位底下都有人，好家伙，都有人，哎，给我趴过去个去啊，哎哎，嗯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嗯嗯嗯，大哥你真配合，啊，对，说有就有啊，嗯，凭空帮我加了一个包袱，盼着盼着盼着得快了吧，这也，啊，孩子他妈妈也老大不小，啊，这是盼着结婚就行了，啊，都四岁了，哎，行行行，不像话，那不像话，不像话，我这么正直的人我都听不下去了啊，跟钱没有关系，行吗？你哪怕来说说有个慰问我们也很愿意去，知道吗？我们去捐一点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这个态度你不应该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我不应该，啊，我没说完呢啊！你看你抢的那么快，那儿子这么贼呢啊，废话，我说的是零四岁，对呀，零四岁哦，嗨，这零四十四啊，那还得等个六七，干嘛十四，零四岁24了，好家伙，那够晚的，零四岁34，好家伙，我明白，零四岁怎么跟零四岁，姑娘小名叫零儿，嗯，四岁给我， 你不要再摸我的茶壶了啊，这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吗，啊，差不多也结了壳了，嗯，啊，没呀，您看您这个人，你们说相声的，啊，四岁啊，不都好逗哏儿吗，逗哏儿不要在钱的问题上跟说相声的逗哏儿，我们是很脆弱的，嗯，我看您还怪容易认真嘞，嗯，是真有演出，真的假的呀？刚才那些个全是玩笑。哦，一直是逗着玩的，哎，一直都逗着玩的。哦，你们是什么演出啊？我们呀，啊，是公司开张。哦，你还这么说，哎，靠谱了啊！正经有事了。什么公司啊？做什么买卖？在哪儿啊？哎呦，这个买卖可太大了啊！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，你听听，震慑住了，全震慑住了。啊，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，豆腐大公司，你带炸果子不带？是卖早点是怎么的啊？豆腐你能干到全球去吗？你全球好，你好多人都爱喝老豆腐呢，可不都给他们供给来的？不是在哪儿？你们这公司？哎呦，我们这个地段挑的太好了。哦，什么地方？就在天津那个最繁华的地方。什么？叫滨江道，你知道不？这滨江道太知道了，哎，啊，旁边。滨江道旁边，哎，旁边那和平路嘛，和平路啊，对过，和平路是买卖也不小啊，不小了，嗯，在那对过，在那对过是海河呀，对，在海河的河对过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上河里边演去呢，我们啊，叫义士风情区，哦，在义士风情区借饼，嗯，我一猜就不对啊。还有没有这地儿啊？有这地儿啊？什么地方？这就快了啊！义丰区那儿，啊，哎，还有个简称义丰区啊！哎，在那个义丰区里头有一个天津德云社，你去过没有啊？我去过，哎，我可没去过，哎，在那个地方，那旁边有一个小胡同，你拐进去就是我们那个总部。总部，我老打那儿过，我怎么没注意有这么一大公司啊？哎，这还没开张呢。哦，还没开张，哎，这都明儿不等你们演完出才开张了吗？哦，我们现在都是那个 underground 的了，都是在那里，在地下室里边呢，啊，好，就在地印子里边啊，在这备料呢，哦，好，在这备料了，哎，行行行吧，行行行行，那说好了啊，说好了，说还是这个阵容啊，还这个阵容，还阵容啊，到我们那儿我们开张，我们大模大样的办一回啊，太好了啊，你们演个一百天，哎，演多少？演一百天？那刚才说这个2000万不够了啊。是，那重新咱再谈。对对对对，咱再谈。首先说是豆腐大公司开张，大开张，又是全国的连锁企业，对 对, 对，还叫全球是吧？全球的啊，刚才这些演员您都要是不是？全都要。那这样吧，嗯，我要给你打个折，因为这一百天我们推掉好些个节目啊、综艺啊、演出都去不了，嗯，所以这帮人这一百天跟你这混的话，你啊，你这样你别多给，你给一个亿就行。主持，他高兴了，一个亿。
一个亿。对了，行，哎，那你们去吧，我们去，我们就搬出来。呀，好，我们接收去了是吗？废话，这么就这几个人到那儿去？演一百天就一个亿？不，你讲理不讲理？一百天跟那儿呢啊？不，再怎么着，一百天也不值一个亿。我们别的活都推了呀。你有必要推别的活？才一百天，你推什么活啊？好家伙，三个来月什么都不干，就跟你这儿。你论月做嘛？一百天吗？这怎么个一百天呢？没有晚上，一个白天。走。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。哎，就你这个舌头，得弄死多少人呢？一个白天，我就习惯这么说话。你习惯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啊，一个白天，哎，一白天啊，一个白天，那行，那就按你说那个，两千万是个可以。我两千万，可以两千万。那开玩笑的？怎么又开玩笑？我们这小买卖，刚才说的挺好，一百万吧。啊，行，行吧，一百万也行，一百万行啊。其实八千我们就干，我告诉你。我给多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也不，我们这演员的。不用你接，不用你送啊！行行哦，对不对啊？那太好了，你这省你的车钱吧？那对了，我们这些个著名演员都是有月票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坐地铁去、啊。哎，我们那个老演员都是有老年卡的，这就不用，行，不用，这就给你省了不少钱。那太好了，对吧？那太好了，哎、而且他们演完了人啊就回家了，啊，不用开酒店，不用开酒店，哎、对不对？招待所这都不用了啊。对，但是你得管饭呢、啊。那没问题啊，绝对管饭吃。那等会啊。你再说一遍，管饭啊！让我们吃什么？管饭。我们吃什么？吃饭啊！你吃什么？汉堡。呀，这孩子太缺德了啊！我这管饭吃吗？对，管饭，管饭还不能太次了。那可不能说相声都没出息着呢，你都吊着呢。哎呀，他们说相声活着就是为了饭活着。那可不啊，所以说吃什么我其实是无所谓啊，因为这事儿是我谈的、嗯，我不能让他们咬吃我。有什么好的菜，你得安排的妥当一些。那我说几个好，我知道你们说相声都吃过见过。那是那是吧？啊吃那个什么蒸羊羔呀、蒸熊掌、蒸鹿仁啊？哎，那没吃过，没吃的，他们就是背过啊。啊，是吧？他们没有吃过。啊、哦，对对、嗯，我上回忘了就在这儿。哎，好的啊，对，就这个好、嗯。好，我们这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哦，可是别人吃过那个八大碗，嗯，吃过那个九大件，他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。好家伙，什么叫十大件呢？四个盘，嗯，五个碗，一个大抢盘。您给我们详细说说。我挨个说说。这头一个，头四个盘，头一个盘啊。头一盘，小葱拌豆腐。哎呀，这是深菜呀、啊！啊，这豆腐切好了，上面点这么一点小磨香油，提鼻子一闻，那香扑扑，香扑扑，一清二白呀、啊，太幸福了。你可以了，好一个小葱拌豆，我说的比结婚还高兴呢。哎呀，啊，咱叫一小葱拌豆呗。头一个嘛，那行行。二一个好，二一个是什么？哎，二一个那是九九的凉菜。哦，哎，咬一个搁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的，拌海蜇，萝卜皮拌豆腐。对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行，凉菜倒说得过去，嗯，对吧？嗯，第三个也好啊。什么？辣椒糊拌豆腐，哎呀，还好，改了红色的了、嗯。第四个是韭菜花拌豆腐啊，那行了，好，这四个是压桌的菜，压桌对，乐意吃就吃，不乐意吃扒拉开。对我们等后头的呀，这菜我们都是为了敬那豆腐神的哦，敬神的，敬、哎、神吃的、啊。好嘞，你吃它做嘛呢？你说的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你吃那五碗大菜。好，您说这头一碗，头一碗大菜，大白菜熬豆腐。其实你不必那么咬牙的说，嗯，点点那个小磨香油，香扑扑，香扑扑的。嗯，孩子，你在外边有点缺嘴了，真的。你要是有时间，回家吃点肉去吧啊。这个好吃呀、啊！是是好吃好。大白菜熬豆腐啊，大白菜熬豆腐，哎，显得那么干净。嗯，听我说，第二个这个小菠菜炖豆腐。嗯。哎，绿油油的啊，香扑扑，香扑扑，倒霉就倒霉这香扑扑上了啊！哎，好吃极了。三一个太好了啊！端上来一看，黄澄澄的一层油亮啊，黄焖栗子鸡，油炸素豆腐，哎，好过了过油啊！行不行？第四个，四个好了，什么？有红的有白的，拿筷子夹不起来，你得拿勺筷着吃。哦，猪血烩豆腐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废话啊，吃完我们腿都软了啊。
不是你吃了第五个、啊、第五个是什么呀？第五个我们还没出门呢，现在喊这么一嗓子、哦、说闲人闪开溜、嗯、得跟那个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、嗯啊、趴海参下酱骨的豆腐、哎呀哎呀哎呀，活不了，好不好、啊、好什么 好, 好, 好这个玩意儿没法吃，吃完都站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嗯，你爱吃吃，不爱吃你扒拉开呀、啊。都扒拉开，我们吃什么去？你们吃那个大抢盘啊。还有大抢盘呐、啊、要解馋咱得吃大抢盘，这可是个老话了。哎呦，这菜可不好找啊。哦，就为了给你们做，夜里头三四点钟天还没亮呢，我们就得出去到市场挑去，有那个四五斤一块的，七八斤一块的、啊、全挑那大块的、哦、买回来到家里头拿水洗干净了，紧接着旁边得烧水了、嗯、点上锯末拉开了风箱，你见过拉风箱的吗？我见过呀、啊、哎，那拉风箱你蹬起来的呼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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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呼哒哒，跳舞去多好啊、嗯、你再看那锅里头那个水、哦、咕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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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笑扑扑了啊，哎水就开了、嗯、把这个东西放在里头，再等个七八个坎拿钩子给挑出来，放在案板上头晾凉了、哦、你再把那个切肉的刀子拿过来，怎么样？你是切了片片了切，切了片片了切，拿过盘子来，碎的麻子底下整的放在上头、啊、麻了一个那叫五花三层、啊哦、再放上桌了可刚了得了，什么有那个韭菜花香菜末葱芹菜啥都往上放，弄点辣椒糊的趴了这吃去吧、白煮肉豆腐渣，哎我去你这不